这是我新收到的王宝宝烤燕麦，那像蜜桃乌龙这个口味呢，我其实还是第一次在麦片上吃的。本来觉得说可能是微微的带有一点点那种味道，但是一打开乌龙的茶香就扑面而来，而且麦片的用料非常的丰富，有肉眼可见的蔓越莓干和一子脆片，蜜桃乌龙味且深深的沁入了烤燕麦里。仔细看的话，麦片上其实是有乌龙茶的，口味非常的清新。我觉得喜欢蜜桃乌龙味的人，这款燕麦你也一定会喜欢，本人就是。同时我还收到了草莓乳酪味，这款也让我觉得非常惊喜，因为它配料实在是太丰富了，有大大的优脆乳、草莓干和椰子块，这几个都是我平时特别喜欢吃的。所以就完全可以当小零食一样吃起来，像这种烘焙燕麦的吃法也非常多样，无论是泡酸奶、牛奶还是直接吃都是可以的。那像这两包平时的组装是要100多元才能入手的，那双十一最低的话，72块8就可以入手，并且还是限时送蜜桃乌龙麦片的。这样一算的话，单包只要20多就可以入手了，实在是太划算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福乐小哥，在我旁边这一位是爱情买卖。现在是凌晨4点钟，就在一个小时之前，然后这一位仁兄直接说出来莽骗子。讲道理，说实话，这个操作我是看不懂的。在 C 队应该不过分吧？我福乐今天就是福了，还要再叫多一个反杀鸡腿，直接被福乐制止，再次直接天蓬元帅。我们先回去稍微。不错不错，老谭做的还可以，别笑。不是，这段剪掉，很恐怖。不是，你站到上面你就怕，就有点像坐过山车的感觉。啊，是不是没回事？一进鸟巢是要把对方挡下去。好了，看一下他们的操作。啊，这里大老谭屁股没下去，有点稳。啊，没放下自己的准备球。哇，就那今天非常感谢大胖还有老谭来陪我拍这个视频，但希望这个视频给这个麦片的口感是脆脆的，但它不是那种膨化或者是油炸的那种脆，它是低温烘烤过的，所以里面的纤维保留得很完整，吃一小杯就饱饱的了，饱腹感很强。
投胎为他。
心这里的重庆，